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ookie 料理小教室，我是 Cookie 主厨乃恒。打发蛋白是很多烘焙新手的第一堂课，但是你知道如何去分辨什么是硬性发泡，什么是湿性发泡吗？今天的影片就是要让你知道如何去做分辨。蛋白经过持续的搅打，会有很多不规则的气泡，当细小的泡沫越来越多，直到呈现绵密般的雪白泡沫，蛋仍会垂滴下来的时候，这阶段就称为湿性发泡，并适合做天使蛋糕或是乳酪蛋糕。砂糖分子的加入可以帮助蛋白更稳定，也比较不容易消泡。判断的时间点就是呈现坚挺的构状，适合做舒芙蕾厚松饼或是戚风蛋糕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知道如何去做分辨了吗？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还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Cookie 料理小教室。下次见，拜拜。